闪了电，每分每秒我想着你的脸，一颗心不属于谁，差一点彼此就了解。你好温柔啊，像邻家大姐姐。哎呀，偶尔换个风格。你们两个这样看真的好般配啊。来吧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可以，站远一点，不用牵手，也不用搭肩，分开一点好吗？再开一点，好好，就这样。摄影老师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他们都走出光圈了。那你说怎么办才好？你们往前再来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很好，再靠近一点。哎 ，stop stop， 你出来，旁边站。我，你先背对我，转头过来，把脚抬起来，对，单脚，再扭一点，身体再扭一点，好好好，再扭一点，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喂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啊？你这样扭来扭去不会扭着腰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不然，你唱。好拍啊。他们两个也太般配了吧，真想让他们原地结婚。是啊。请问这位摄影师，你是在考验我的审美吗？ This is art. What? Art? 我看你是二吧。把头给我抬起来。韩金池，你以为打扮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？没错，是我，我这是为你好，好吗？你不要被这小子蒙蔽了。我怎么样，你管得着吗？小无关，我可是你的 fiancé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叫我再说就再说。还有，小子，我可告诉你，别打微微的主意，我跟微微是指腹的交情。轮不到你在这插足，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你知道吗？无耻小三。是啊 on you。 夏总，你不会真的是小韩金池？你给我出来。韩金池，我告诉你，你那点小伎俩不要在我面前显摆，要不是看在长辈的份上，我早就对你忍无可忍了。微微，你可别把话说绝了，这小子看你什么我不清楚吗？要是 love 啊，他建立在 money 的基础之上，今天我韩金池就是阻止你往火坑里跳，怎么着了？他看你什么了？就是看你有钱吗？你别这么恋爱脑行不行啊？那也不关你事，你滚吧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傻女人，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韩先生，我原本不想参与你们之间谈话，但是我真想说一句，你确实是看错他了。只有我知道微微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也只有我才知道他内心的柔软和脆弱。遇到你，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软肋。你好恶心啊你！讨厌。云朵好像你模样，又自然又充满阳光，柔柔地搭在我
导演，我们这什么时候好脚酸了都？你快快拍决定走，来开始，来撑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是红人，不要趁机卡我用。我粉丝也告诉我，要换女朋友的时候，随时告诉他们，有做好准备。歪瓜裂枣还敢跟我？果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不然我们今天直接把结婚照来一趟。谁要跟你结婚？就知道你怂。我怂？谁怕谁啊？来啊！走啊！走啊！说走就走。来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把人追到手就可以迟到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下次再敢迟到试试看。嗯，不会有下次了。什么？转个头看看。这个是我送给公主的礼物，喜欢吗？在窗边等雨歇，街角咖啡店有我的思念，不下雪的冬天有谁陪，心跳再强烈谁听见，不成熟也许还不够完美，需要再多些体贴，多点喜欢爱上了点，每分每秒我想着你的脸，一颗心不属于谁，差一点彼此就了解，靠近一点幸福就在身边。